夫二仪之内，阴阳之中，为人最贵，仁者秉受天地中和之气，法律礼乐，莫不由人。人始生，先成其精，精成而脑髓生，头圆法天，足方向的，眼目因日月。五脏法五心，六腑法六律，以心为中极，大肠长一丈二尺，以阴十二时。小肠长二丈四尺，以阴二十四气，身有三百六十五络，以阴一岁，人有九窍，以阴九州。天有寒暑，人有虚实，天有行德，人有爱憎，天有阴阳，人有男女，月有大小。人有长短，所以服食五谷，不能将节，冷热咸苦更相正处，共为攻疾，变成疾病。凡医诊后，故事不易，又问而知之，别病深浅，名曰巧医，众警曰：凡欲和汤和药针灸之法，宜因经思，必通十二经脉，知三百六十孔穴，容胃气行，知病所在，宜治之法，不可不通。舌者上衣相色，色脉与行不得相失，黑沉赤者死，赤沉青者生，中医听声。身合五阴，火闻水声，烦闷肝经，目闻金声，孔胃相形，脾者土也，身育万物。回注四棒，善者不见，死则归之，太过则四肢不举，不及则九窍不通，六事必寒。犹如醉人，四季运转，中而复始，下医诊脉，知病缘由，流转移动，四时逆顺。相害相生，审之脏腑之为，此乃为妙也。诊候第四。夫欲理病，先察其源，后其病机。五脏未虚，六腑未竭，血脉未乱，精神未散，服药必活。若病己成，可得半月，病势己过，命将难全。夫诊后之法，常以平淡，阴气未动，阳气未散，饮食未进，经脉未盛，络脉掉均，气血未乱，经取其脉，知其逆顺，非其时不用也，深察三步九后而明疾之。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，又曰上医听声，中医察色，下医诊脉，又曰上医医胃病之病，中医医郁病之病，下医医疾病之病。若不加心用意，于是混淆，疾病者难以就矣。何谓三步？寸关尺也，上不为天肺也，中不为人脾也，下不为地肾也。何谓九后？不各有三，何为九后？上不天，两额动脉，主头角之气也，上部的两颊动脉，主口齿之气也，上部人耳前动脉，主耳目之气也，中部天，手太阴肺之气也，下部的手阳明胸中之气也，中部人手少阴心之气也，下部天足厥阴肝之气也，下部的足少阴肾之气也，下部人足太阴脾之气也。何为酒后？夫行肾脉细，少气不足以息者死；行受脉大，胸中多气者死；行气相得者生，参五不调者病，三不酒后皆相失者死。于医不以三不酒后及四时之经，或用汤药倒错，针灸失度，顺方治病，更增他疾，遂至灭亡。哀哉真名，亡死者半，可谓是无良医，为其解释经说的水火风和合成人，凡人火气不调，举身蒸热，风气不调，全身强直，诸毛孔闭塞，水气不调，身体浮肿，气满喘粗，土气不调，四肢不举，言无音声，火去则身冷，风止则气绝，水竭则无血，土散则身裂，然于医不思脉道，反治其病，使藏中五行共相克切，如火炽燃，重加其油，不可不慎。凡四气合得，四神安和，一气不调，百一病生，四神动作，四百四病同时俱发，又云一百一病，不治自悦。
一百一病，虚至而越；一百一病，虽至难越；一百一病，真死不治。张仲景曰：欲疗诸病，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，开通诸脉，治道阴阳，破散戮邪气，润泽枯朽，悦人皮肤，益人气血，水能净万物，故用汤也。若四肢病人，风冷发动刺，当用散，散能逐邪，风气失必表里移走，居无长处者，散当平之。刺当用丸，丸药者能逐风冷，破积聚，消诸坚脾，进饮食，调和容胃。能参合而行之者，可谓上功，故曰医者益也。又曰不虚汗而强汗之者，出其精矣。枯竭而死，虚汗而不余汗之者，使诸毛孔闭塞，令人闷绝而死。又不虚下而强下之者，令人开肠动泄不精而死。虚下而不余下之者，使人心内傲胀满烦乱浮肿而死。又不虚而强与久者，令人火邪入腹，肝挫五脏，重加其烦而死。不虚久而不与久之者，令人冷结重凝，久而弥固，气上冲心，无得消散，病笃而死。皇帝问曰：淫邪叛眼奈何？岐伯对曰：正邪从外袭内，而未有定舍，即淫于脏不得定处，与容未俱行，而与魂魄飞扬，使人卧不得安而袭梦也。凡气淫于腑，则有余于外，不足于内；气淫于脏，则有余于内，不足于外。问曰：有余不足有行乎？对曰：阴盛则梦摄大水而恐惧，阳盛则梦倒大火而烦浊。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，上盛则梦飞扬，下盛则梦堕坠，盛饱则梦语。朝元梦行云，盛饥则梦取，朝元梦卧云，肝气盛则梦怒，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，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，脾气盛则梦割勒体重，手足不举，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。凡此十二盛者，治而泄之利己，绝气克于心，则梦见秋山烟火，克于肺；则梦飞扬，见金铁之气其物，克于肝；则梦见山林树木，克于脾；则梦见丘陵大泽，坏屋风雨，克于肾；则梦见林渊梅居水中，克于膀胱；则梦见游行，克于胃；则梦见饮食，克于大肠；则梦见田野，克于小肠；则梦见聚义皆渠，克于胆；则梦见送自哭，克于阴气；则梦交接内，克于相；则梦见斩首，克于胯；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，即持取井蛙中居，克于骨；则梦见礼节败贵，克于包；则梦见搜逆便利。凡此十五不足者，治而补之利己。善诊后者亦可深思此意，乃尽善尽美矣。史记曰：病有六不治，交自不论于理。一不治也，轻身重财；二不治也，衣食不能适；餐不治也，阴阳脏气不定；四不治也，行雷不能服药；五不治也，信巫不信医；六不治也，身后尚存，形色未改，病未入腠理，针药及时，能羌节调理，委以良医，病无不悦。处方第五：夫疗寒以热药，疗热以寒药，饮食不消以土下药，鬼蛀蛊毒以蛊毒药，臃肿疮瘤以疮瘤药，风湿以风湿药，风劳气冷各随其所宜。雷公云：药有三品，病有三阶，药有甘苦轻重不同，病有辛酒寒温异异，重热逆滑，咸作药食饮食等，于风病未治于病非对，清冷色甘苦药草饮食等，于热病未治于病非对，清热辛苦淡药饮食等，于冷病未治于病非对。其大网略显其源流，自于状可知临事治宜，当是思药。药对曰：夫重病积聚，皆起于虚，虚生百病，积者五藏之所积，聚者六腑之所聚。
如丝等级，多从旧方，不假增损，虚而老者，其弊万端，宜因随病增减。古之善为医者，皆自采药，审其体性所主，取其时节早晚，早则药事未成，晚则甚事几些。今之为医不自采药，且不委结其早晚，只供采取，用以喂药，又不知冷热消息，分量多少，徒有疗病之心，永无避月之效。此时服或疗复审其冷热，即其增损之主耳。虚劳而苦，头痛腹热，加枸杞、苇蕤；虚而欲吐，加人参；虚而不安，亦加人参；虚而多梦纷纭，加龙骨；虚而多热，加地黄、牡蛎、地夫子、甘草；虚而冷，加当归、穹穹钱、姜；虚而损，加钟乳、及刺肉、葱蓉；八几天，虚而大热，加黄芩、天门冬；虚而多忘，加茯神远志；虚而经悸不安，加龙齿、紫石英、沙参、小草。冷则用紫石英、小草，若克热即用沙参、龙齿，不冷不热，无用之，虚而口前。加麦门冬、知母，虚而稀稀，加胡麻、覆盆子、薄子仁，虚而多气兼为咳；加五味子、大枣，虚而身强，腰中不利；加磁石度重，虚而多冷；加桂心、吴茱萸、附子、乌头，虚而小便赤；加黄芩，虚而克热；加的骨皮、白水黄芪，虚而冷。用陇西黄师，虚而痰，复有气；加生姜、半夏、枳实，虚而小肠利；加桑飘烧龙骨鸡翅，虚而小肠不利；加茯苓、泽泻，虚而腻白；加厚朴。诸药无有一一例而用之，但具体性冷热的相主对疗续增损之以余，入处方者宜准此。用药第六，上药120种味菌，主养命以阴天，无毒，多服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，本上经。中药120种味陈，主养性以阴人，有毒无毒，斟酌其宜。欲可并补虚羸者，本中经。下药125种味佐使，主治病以阴的，多毒不可久服。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越疾者，本下经。三品合365种，法365度，每一度应一日以已成一岁，备其数合730名也。凡药有君臣佐使，以相宣设，合合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，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。又有阴阳配合，子母兄弟，根茎花石、草食骨肉，有单行者，有相虚者，有相食者，有相畏者，有相恶者，有相反者，有相杀者，凡此七情，合合之时，用意视之。当用相虚相食者量，勿用相恶相反者，若有毒一致，可用相畏相杀者，不尔勿合用。又有酸咸甘苦辛五味，又有寒热温凉四气，即有毒无毒，阴肝暴肝，采燥十月生熟。土地所出真伪成心，并各有法，其相食相味七情列之如左，处方之日宜善就之。玉石上部，玉泉味款冬花，玉蟹恶鹿角，丹砂恶磁石味咸水，岑青味菟丝子，石胆水阴味豉味母桂、菌桂、圆花、辛夷、白薇，云母则蟹为豉味驼甲、流水、鳄徐长青，钟乳蛇床子、菟丝子味豉、鳄牡丹、玄石、母蒙、味子石英、香草。
普消，未脉俱僵。消食，水未始，恶苦餐，苦菜，味女欲。盲消，食为未始，恶脉俱僵。凡食，甘草未始，恶牡蛎。滑食，食为未始，恶岑青。子时阴，常食未始，胃扁青附子，不欲脱甲，黄连，脉俱僵。白时阴，恶马木毒弓。赤时之，恶大黄，胃圆花。黄时之，岑青为始，恶细心，胃飞廉，扁青附子。白时之，凉分胃始，恶松之，胃黄芩。太易于凉，杜仲未始，胃铁络，菖蒲，贝母。玉石中部。水银，胃磁石。阴液，恶防己胃竹。孔公液，木兰未始，恶细心。阳起时，桑飘烧未始，恶泽泻，菌桂，雷丸，蛇蜕皮，胃免丝子。凝水时，胃的鱼解八豆毒。石膏，鸡子未始，恶莽草毒弓。磁石，柴胡未始，胃黄石之，恶牡丹，莽草。玄石，恶松之子，人菌桂。李石，滑石未始，胃麻黄。玉石下部。青狼肝，得水银凉，胃积谷，杀习毒。玉石，得火凉，急蒸未始，恶虎掌，毒弓，勿使，细心，胃水。特生玉石，得火凉，胃水。方解石，恶八斗。带者，胃天雄。大炎，漏炉未始。草药上部。六支，属玉未始，得法凉，恶衡山，胃扁青，阴沉。天门冬，元一，地黄未始，胃岑青。麦门冬，地黄，车前未始，恶款冬，苦户，胃苦餐，清香。竹，防风，地鱼未始。女尾尾蕊，胃乳咸。前地黄，得麦门冬，清酒凉，恶贝母，胃无疑。菖蒲，芩椒，芩皮，胃始，恶的胆，麻黄。远志，得茯苓，冬葵子，龙骨凉，杀天雄，附子毒，胃珍珠，蛰连，藜芦，蓟蛤。泽泻，胃海蛤文蛤。属玉，子之未始，恶肝碎。菊花，竹枸杞根，桑根白皮未始。甘草，竹前七，苦餐为始，恶远志，反肝碎，大戟，圆花，海藻。人参，茯苓未始，恶七苓反，藜芦。石斛，鹿阴未始，恶以水石，八豆，胃白僵残，雷丸。牛膝，恶引火，龟甲，鹿阴，胃车前。细心，岑青，枣根未始，恶狼毒，山茱萸，黄芪，胃滑石，消食，反藜芦。独活，食为始。子胡，半夏未始，
恶造假，为女欲离炉。眼子、精子，亦以人为使，恶细心，干将。西子的精子，细心凉，恶干将，苦餐。龙胆，贯众为使，恶防魁，地黄。兔丝子的酒粮，属玉，松之为使，恶环菌。八戟天，覆盆子为使，恶潮生雷丸，单餐。吉离子，乌头为使。防风，恶干姜，藜芦，白脸，圆花，杀父子毒。落石，杜仲，牡丹为使，恶铁落，为菖蒲，贝母。黄连、黄陵、龙骨、李石为使恶，菊花、圆花、玄参、白鲜皮、味冬、圣乌头。解巴豆毒。沙参、恶防己、反藜芦。丹参、味咸水、反藜芦。天明经、元一为使。使明子、失时为使、恶大。穷穷，白芷为使。续断，地黄为使，恶雷丸。黄芪，恶龟甲。杜若的心仪，细心凉，恶柴胡，钱胡。蛇床子，恶牡丹，巴豆，贝母。茜根，味属菇。飞廉的倒头梁，恶麻黄。微咸的芹皮梁。五味子，葱蓉味使，恶尾蕊，肾乌头。草药中部。当归，恶如，味木蒲，海藻，母蒙。秦椒，木蒲味使。黄芩、山茱萸、龙骨味使，恶磁石，味丹砂，牡丹、藜芦。芍药、雷丸味使，恶石斛、芒硝、味硝石、甲、小蓟、反藜芦。干姜、秦椒味使，恶黄连、黄芩、天鼠粪、沙半夏、梁蓉毒。苯、恶如。麻黄，厚朴味使，恶心仪，实为。葛根，沙野葛，巴豆，百药毒。钱胡，半夏味使，恶皂角，味藜芦。贝母，厚朴，白薇味使，恶桃花，味秦椒，玉石，莽草，反乌头。瓜蒌，枸杞味使，恶干姜，味牛膝，前妻，反乌头。玄参，恶黄芪，干姜，大枣，山茱萸，反藜芦。苦参，玄参为使，恶贝母，漏芦，兔丝子有藜芦。石龙瑞，大戟为使，为蛇蜕皮，无茱萸。石为滑石，杏仁味，使得菖蒲凉。枸杞，辟泻味使，恶败将。辟泻，亦以味使，味葵根，大黄，柴胡，牡蛎，钱胡。曲麦草，牡丹味使，桑飘烧。白芷，当归味使，恶炫复花。紫玉，款东味使，恶天雄，瞿麦，雷丸，远志，味阴沉。白鲜皮，恶桑飘烧，桔梗，茯苓，辟泻。白薇，恶黄芪，大黄，
大戟、干姜、前漆、大枣、山茱萸。子餐，味辛夷。鲜灵皮，属郁胃使。款冬花，杏仁胃使，得子怨凉，恶燥夹，消食，玄参，味贝母、辛夷、麻黄、黄芩、黄连、黄芪，清香。牡丹，味菟丝子。防己，阴液胃使，恶细心，味辟泻，杀雄黄毒。女玉，味鲁咸。泽兰，防己胃使。的鱼，的法良二脉门冬。海藻，反甘草。草药下部。大黄，黄芩胃使。桔梗，桔皮胃使，味白及龙胆、龙眼。甘遂，瓜地胃使，二远志，反甘草。庭栗，鱼皮胃使，得酒凉，二姜蚕，食龙蕊。圆花，决明胃使，反甘草。泽漆，小豆胃使，恶属郁。大戟，反甘草。钩吻，半夏胃使，恶黄芩。藜芦，黄连胃使，反细心，芍药，午餐，恶大黄。乌头乌喙，莽草胃使，反半夏，瓜蒌，贝母，白脸，白及，恶藜芦。天雄，远志胃使，恶腹痹。附子，的胆胃使，恶蜈蚣，味防风，甘草，黄芪，人参，乌酒，大豆。贯众，环菌胃使。半夏，射干胃使，恶燥夹，味雄黄，生姜，干姜，芹皮，龟甲，反乌头。虎掌，暑期胃使，味莽草。暑期，瓜蒌胃使，恶贯众。衡山，味郁闸。狼牙，无疑胃使，恶秦椒，地榆。白脸，带者胃使，反乌头。白及，子时因胃使，恶李时，李何人，杏仁。环菌，的酒凉，味鸡子。如，甘草胃使，恶脉门冬。茎草，味属腹。夏枯草，土瓜胃使。狼毒，大豆胃使，恶脉俱僵。鬼臼，味元一。木药上部。茯苓茯神，马腱胃使，恶白脸，味母蒙，地榆，雄黄，秦椒，龟甲。薄子仁，牡蛎，桂心，瓜子胃使，味菊花，羊蹄，猪食面蛆。杜仲，恶蛇蜕，玄参。前漆，半夏胃使，味鸡子。蔓荆子，恶乌头，石膏。母荆石，防风为使，恶石膏。五加皮，远志胃使，胃蛇蜕，玄参。黄柏，恶前漆。辛夷，穷穷胃使，恶五十枝，胃菖蒲，蒲黄，黄连，石膏，黄环。酸枣仁，恶防己。槐子，天雄，景天胃使。木药中部。厚朴，干姜胃使，恶泽泻，寒水时，消食。
山茱萸，了实为矢，恶桔梗，防风，防己。吴茱萸，了实为矢，恶丹参，消食，白萼，味子石英。秦皮，大戟为矢，恶吴茱萸。战思，解狼毒毒。栀子，解毒。秦椒，恶瓜蒌，防蒔，味雌黄。桑根，白皮，续断，桂心，麻子味矢。木药下部，黄环、鸢尾味矢，恶茯苓，防己。石楠、五加皮味矢。巴豆、圆花味矢，恶草，味大黄、黄连、藜芦、沙斑猫毒。蜀椒、杏仁味矢，味款冬。鸾华、使名味矢。雷丸、砾石、厚朴味矢，恶葛根。漏芦味矢。皂荚、薄子味矢，恶麦门冬，味空清，人参、苦参。瘦上部，龙骨的人参、牛黄梁，味石膏。龙角味前妻、蜀椒、李石。牛黄人参为矢，恶龙骨、地黄、龙胆、飞，味牛膝。白椒的火梁，味大黄。阿胶的火梁，味大黄。瘦中部，犀角、松枝味矢，恶菌、雷丸。羚羊角、菟丝子味矢。鹿茸、麻薄味矢。鹿角、杜仲味矢。瘦下部，迷之，味大黄，恶甘草。虫鱼上部，蜜蜡，恶圆花，奇蛤。蜂子，味黄芩，芍药牡蛎。牡蛎，贝母味矢，得甘草、牛膝、远志、蛇床、梁萼麻黄、吴茱萸、绿萸。桑飘梢，味炫馥花。海蛤，暑期味矢，味狗胆、甘遂、圆花。龟甲，恶沙参，飞吗。虫鱼中部，福翼、现实、云宝味矢。苇皮的酒粮，味桔梗、麦门冬。蜥蜴、恶硫磺、斑猫、无疑。漏风房、恶干姜、丹参、黄芩、芍药、牡蛎。虫、味皂荚、菖蒲。奇槽、飞虫味矢，恶附子。甲、恶矾石。驼鱼甲，暑期味矢，味狗胆、甘遂、圆花。乌贼鱼骨，恶白脸白棘。蟹、沙梁荡毒，七毒。天鼠粪，恶白脸白微。虫鱼下部，蛇蜕，味雌石及酒。腔梁，味羊角石膏。
番猫、马刀未使、未八斗、单餐、空亲、二夫亲的胆、二甘草、马刀、得水粮、裹上布、大枣、杀乌头毒、裹下布、杏仁、的火粮、二黄芪、黄芩、葛根、解席、胡粉、独味莽草、菜上布、冬葵子、黄芩未使、菜中布、十、解离芦毒、米上布、麻粉、麻子、味牡蛎、白薇、二茯苓、米中布、大豆及黄卷、二午餐、龙胆的前糊、乌喙、杏仁、牡蛎粮、杀乌头毒、大麦、石蜜未使、酱、杀药毒、火毒。又197种有香制使，其余皆无，故不备录。或曰：古人用药至少，分两亦轻，差病极多，官军处方非不繁重，分两亦多。而差病不及古人者何也？答曰：古者日月长远，药在土中，自养经久，气味真实。百姓少欲，秉气中和，感病轻微，亦为医疗。今时日月短促，药力轻虚，人多巧诈，感病厚重，难以为医。病轻用药虚少，病重用药极多，此则医之易于，何足怪也。又古之医，有自将采取，因肝报肝，皆悉如法，用药必依土地，所以治时得久。今之医者，但知诊脉处方，不委采药时节，至于出处土地，心辰虚实，皆不悉。所以治时不得五六者，是由于此。夫处方者常需加益，重复用药，药乃有力。若学古人，徒自误耳。将来学者须详熟之。凡紫石英、白石英、朱砂、雄黄、硫磺等，皆须光明映彻，色里先进者未加，不然令人身体干燥发热，口干而死。凡草食药皆须土地坚实，气味浓烈，不耳，治病不悦。凡狼毒指食橘皮、半夏、麻黄、无茱萸，皆欲得陈酒者良，其余为虚惊心也。和合第七。问曰：凡和合汤药治诸草食虫兽，用水深数消杀之法则云何？答曰：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石，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，有须烧炼泡制，身手有定，亦如后法，顺方者服，逆之者殃。或须皮去肉，或去皮须肉，或须根茎，或须花石，依方炼制，即令尽结，然后生合称量，勿令参差，要有相生相杀，气力有强有弱，君臣相理，左使相持，若不广通诸经，则不知有好有恶。或依自以易加减，不依方分，使诸草食强弱相欺，入人腹中不能治病，更加真。草食相反，使人迷乱，力甚刀剑，若调和的所，虽未能治病，由得便利五脏，于病无所增惧。例曰：诸经方用药，所有熬炼节度，皆矫铸之，经方则不然，于此篇具调之更不凡方下别注也。凡药治则熬泡气，然后平之以冲用，不得生称。
凡用食药及浴，皆碎如米粒，免里内汤酒中。凡钟乳等诸食，以浴垂水盐，三日三夜漂炼，勿令即细。凡银屑，以水银合成泥。凡玉石，赤泥团之，入火半日乃熟可用，人不得过之，不炼深入药，使人破心肝。凡普消凡食，稍令之尽，乃入丸散，芒消普消皆搅汤气，内之中，更上火两三沸，阳尽乃服。凡汤中用丹砂雄黄者，熟末如粉，淋服内汤中，脚令调和服之。凡汤中用丸物，皆薄破，甘枣之子之类是也用细合物，亦打碎。山茱萸五味子蕊决明子之类是也，细花子物，振耳丸用之，炫富花、菊花、地夫子、葵子之类是也，米麦豆贝，亦丸用之，凡橘皮无茱萸胶等。入汤不举，凡诸果实人皆去煎及双人者汤柔，去皮人切之，用之子者去皮，用蒲黄其汤沉下。凡麦门冬、生姜入汤，皆切三捣三角取之，汤沉去子下之，煮五六沸。一如生数，不可共药煮之，亦法薄切用。凡麦门冬，皆为润抽去腥。凡麻黄去结，先别煮两三沸，略去昧，更易水如本数，乃内于药。不尔令人凡寸斩之，小草、橘麦五分斩之，细心、白前三分斩之，高中细错也。凡牛膝、石斛等入汤酒，拍碎用之。石斛入丸散者，先以针锤击打令碎，乃入曰：不尔捣不熟，入酒亦然。凡桂、厚朴、杜仲、秦皮、木兰之背，皆削去上虚软甲错，取里有味者称之。茯苓、猪苓、血除黑皮、牡丹、八戟天、远志、野葛等，皆锤破去腥，紫玉洗去土。爆肝乃称之，蟹白、竹白、除青令尽，莽草、石楠、阴郁、泽兰、剔取叶及嫩茎，去大枝。鬼旧黄连皆除根毛，实为辛夷，是去毛，辛夷又去心。属焦去闭口者及木，用大枣、乌梅，皆去核，用鬼剑削取与皮。凡茯苓芍药，补药虚白者，泻药为赤者。凡菟丝子，宣汤淘汰去沙土，前露、宣酒自经一宿，露出，暴为白捣之。不尽者更以酒渍，经三五日乃出更晒，为干捣之，须更吸尽，即易碎。凡用甘草、厚朴、枳实、石楠、阴郁、藜芦、皂荚之类，皆制之，而枳实去瓤，藜芦去头，皂荚去皮子。凡用焦石，为熬冷汗出，则有势力。凡汤丸散，用天雄、附子、乌头、乌喙、侧子，皆糖灰泡，令为拆，削去黑皮，乃称之为姜附汤及高酒中生用一削去皮，乃称之直里破作七八片。凡半夏，热汤洗去上滑，一去时洗四破，乃称之以入汤，若高酒丸散皆糖灰泡之。凡巴豆，去皮心磨，熬令紫色，桃仁、杏仁、挺栗、胡麻、猪有之膏药，皆熬黄黑，别捣令如膏，指末是敏敏耳，乃以象沉散稍稍下臼中，和盐桃令消散，乃复都以清卷筛之，须尽右内臼中，依法捣数百除也。汤膏中虽有生用者，并捣破。凡用麦薄驱末大豆、黄卷、泽兰、无疑，皆为炒，甘薯炒令腌断用乌梅。入丸散者熬之，用熟艾者先炒细薄，和诸药捣，令细散不可筛者，内散中和之。凡用猪毛与齿牙蹄、甲、龟、鳞、鲤等甲、皮、肉、骨、角、筋、鹿、茸等，皆制，蛇蜕皮为制。
凡用斑猫等诸虫，皆去足翅为螯，用桑飘烧，中破炙之，牡蛎螯令黄色，将残蜂房为炒之。凡汤中用麝香、犀角、鹿角、羚羊角、牛黄、须末乳粉，淋服内汤中，脚令调和服之。凡丸散用胶，先至使通体肺起燥，乃可导有不肺处，更治之，断下汤汁而用之。物至猪汤中用阿胶，皆搅汤壁内汁中，更上火两三沸，令阳。凡用蜜，先火煎，略去沫，令色为黄，则丸经久不坏，略之多少，随蜜精粗，遂至大稠，于丸糜加。凡丸中用蜡、羊头少蜜中，搅掉以合药。凡汤中用饴糖，皆汤沉下；猪汤用酒者，皆淋熟下之。凡药有饴丸者、饴散者、饴汤者、饴酒渍、饴膏煎者，亦有饴物煎饴者，亦有不入汤酒者，并随药性，不得为之。其不饴汤酒者，列之如左。朱砂熟入汤，雌黄、云母、羊起时入酒，矾石入酒，硫磺入酒，钟乳入酒，孔公叶入酒，玉石入酒，银屑、白萼、铜鼻胡粉、中丹、乳涎入酒，石灰入酒，梨灰。又十类一十七种。野葛、狼毒、毒弓、鬼臼、莽草、硕吊入酒，巴豆、植竹入酒。皂荚入酒，环菌、藜芦、如冠仲入酒，无疑雷丸、狼牙、鸢尾、吉藜入酒，女玉、耳、紫薇入酒，危涎入酒，白及、母蒙、飞廉、蛇涎、战丝、辛夷、石楠入酒，冻石、虎杖入酒，丹字、虎掌、续根、杨桃入酒，麻薄、苦户、瓜地、智离、狼拔子入酒，云石、槐子入酒，的夫子、蛇拔子入酒，清香子、冲味子、王不留行、西子、兔丝子入酒。又草木之类四十八种。蜂子、蜜蜡、白马精、狗鹰、雀卵、鸡子、雄雀、蝠翼、鼠妇、雏鸡、萤火、翁、江蚕、蜈蚣、蜥蜴、斑猫、圆青、庭长、蛇胆、虫、飞廉、楼菇、马刀、赭葵、虾、尾皮、生鼠、生龟入酒，瓜牛、猪、乌兽入酒，虫、鱼、膏、骨、髓、胆、血、屎、腻。又虫兽之类二十九种。古称为有猪两而无分明，今则舍食属为一猪，六猪为一分，四分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，此则神农之称也。无人以二两为一两，随人以餐两为一两，今依四分为一两称为定。方家凡云等分者，皆是丸散随病轻重所需多少，无定猪两餐种五种，皆悉分两同等耳。凡丸散云若干分两者，是品诸药以多以少之分量，非必止于若干之分量也。假令日服餐方寸比，须差之，是三五两药耳。凡散药有云刀归者，十分方寸比之一。如梧桐子大也，方寸比者，作比正方一寸超散，取部落未度，前比者，以大前土全超之。若云半前比者，则是一前超取一边耳，并用五株前也，前五比者，今五株前边五字者以超之，亦令部落未度，一撮者四刀归也，十撮为一勺，两勺为一合。以药生分之者，为药有虚实，轻重不得用斤两，则以生平之。药生方作上银一寸，下银六分，深八分，内散药，勿按一支，正耳为动，令平调耳。今人分药，不复用此。凡丸药有云如细麻大者，即胡麻也，不必辨辨，但令较略大小相称耳。如属素者亦然，以十六属为一大豆也。如麻子者，即今大麻子，准三细麻也。如胡豆者，今青斑豆也，以二大麻子准之。如小豆者，今赤小豆也。利有大小，以三大麻子准之。
如大豆者，以二小豆准之；如无童子者，以二大豆准之。一方寸比散，以密合的如无童子，食丸未定；如痰丸及鸡子黄者，以食无童子准之。凡方云八豆若干枚者，粒有大小，当先去心皮，乃称之，以一分准十六枚。附子乌头若干枚者，去皮壁，以半两准一枚；枳实若干枚者，去瓤壁，以一分准二枚；橘皮一分准三枚；枣有大小，以三枚准一两；云干姜一类者，以半两为证。本草云一两为证，凡方云半下一升者，洗壁，称五两为证，交一升，三两为证。无茱萸一升，五两为证。菟丝子一升，九两为证；眼子一升，四两为证；蛇涎子一升，三两半为证；的夫子一升，四两为证。此其不同也。云某子一升者，其子各有虚实，轻重不可通以称准，皆取平升为证。凡方云柱一尺者，削去皮壁，重半两为证；甘草一尺者，重二两为证。云某草一树者，重三两为证；一把者，重二两为证。凡云蜜一斤者，有七合；猪膏一斤者，一升二合。凡汤酒膏肴，旧方皆云举者，未称壁，导之如大豆。又使吹去细末，此于是书不允。当要有易碎难碎，多末少末，称两则不复均平。今皆细切之较略，令如举者，乃得无末而片立调和也。凡云末之者，谓倒筛如法也。凡丸散，先细切暴躁，乃倒之，有各倒者，有合倒者，并随方所言。其润湿药如天门冬甘地黄贝，皆先切暴甘独倒，令偏碎，更出细薄暴甘。若直阴雨，可为火烘之，既燥小停冷，乃倒之。凡湿药燥皆大耗，当先增分量。虚的泻乃称之为证，其汤酒中不须如此。凡筛丸药，用重蜜卷，令细于蜜丸即易熟；若筛散草药，用轻卷，于酒中服即不腻。其实药亦用细卷筛，令如丸药者。凡筛丸散药毕，皆更合于旧中已储导之数百过，是其色里和同味佳。凡煮汤，当取锦华水，即令净洁，生豆分量勿使多少，煮之调和，后火用心，亦如炼法。凡煮汤，用为火，令小沸，其水数一方多少，大略二十两，要用水一豆煮，取四升，以此为律，皆搅去子，而后酌凉也。然则利汤愈深，少水而多取之者，谓病虚快利。所以少水而多取之，补汤愈熟；多水而少取之者，谓病虚不易，是以多水而少取之。好详视之，不得令水多少，汤熟，用心不两人以尺目搅之，成去硬浊，分在三服者。第二、第三副以指腹令密，勿令泄气；欲服以同气于热汤上暖之，勿令气中有水气。凡自药酒，皆须切细，生卷待慎之，乃入酒，密封，随寒暑日数，视其浓烈，便可露出，不必呆至酒尽也。子可暴躁，为倒，更自饮之，亦可散服。凡见中胜利诸补汤子，和两剂加水煮结，饮水一滴一剂新药，平人当依此用，皆因先暴令燥也。凡和膏，先以苦酒渍，令咽颊，不用多汁，密腹勿泻。云最食者，粥食也。从金淡至明淡，亦有止衣素，煮膏当餐上餐下，以泄其热势，令药味得出。上之使咂咂肺，乃下之取肺尽良久，乃止，凝郁小身，其中有泄白者，以两头为焦黄味后，有白指附子者，亦令小黄色味度。诸房皆勿令金水。腊月者迷加，较高亦以心不搅之。若是可服之膏，膏子亦堪酒煮饮之，可磨之膏。膏子则以传病上，此盖欲兼尽其药力故也。
凡高中有雄黄、朱砂背，皆别倒细颜如面，须角高臂乃头中，以物及角，至于宁墙。勿使沈聚在下不调也，有水饮者，于宁高中严令消散，胡粉一耳。凡捣药法，烧香洒扫净洁，不得杂语喧呼，当使童子捣之，勿令细熟。处数可至千万处，过多未加。凡和肾气属郁及诸大补五十，大麝香丸、金牙散、大酒煎膏等，何时煎食？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故及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，切宜慎之。其续命汤麻黄等诸小汤，不在禁忌之限，比来田野下李家阴氏的药。随便是上故人导合，非止诸不如法。至于石斛、菟丝子等难导之药，费人功力。另作导者引主息道气之，又为尘埃晦气入药中，罗筛粗恶，随风飘扬，众口尝之，众鼻嗅之，药之精气一切都尽，与朽木不殊，又复服而不能尽如法，服尽之后反如虚损，遂谤医者处方不效。夫如此者，非医之咎，自原发亦甚物，宜熟思之也。服耳第八。若用毒药治病，先起如暑宿，病去即止，不去备之，不去食之，取去为毒。病在胸膈脊上者，先食而后服药；病在心腹脊下者，先服药而后食。病在四肢血脉者，宜空腹而再啖；病在骨髓者，宜饱满而再咽。凡服丸散，不云酒水饮者，本方如此是可通用也。凡服利汤浴的清早，凡服汤浴的烧热服之，即易消下不吐；若冷则吐呕不下。若太热即破人咽喉，勿再用意，汤必须澄清；若灼令人心闷不解，中间相去如步行十里久再服；若太促数，前汤未消，后汤来冲，必当吐逆。人问病者腹中药消散，乃可尽服。凡服汤法，大约皆分为三副，取三升，然后乘病人骨气强劲，一服最虚多，次一服渐少，后一服最虚少，如此即甚安稳。所以病人于后气力渐微，故汤虚渐少。凡服补汤，欲得服三升半，昼三夜一，中间煎食，则汤气盖贯百脉，亦得药力。凡服汤不得太缓太急也，又虚左右仰腹卧各一，时请及汤氏便行腹中，又于室中行，皆可一百步许一日。勿出外及大意，凡服汤，三日长忌酒，原汤忌酒故也。凡服治风汤，第一腹后腹取汗，若得汗即虚薄腹，勿令大汗，中间亦虚坚实，不而令人无力，更易虚羸。凡丸药皆如无童子，补者十丸未始，从一服渐加不过四十丸，过易损人。云一日三度服，欲得饮日多时不却，药气渐自熏蒸五脏，积久未加，不必顿服。早进为善，图气明药，或益甚少。凡人四十以下，有病可服泻药，不慎须服补药。必若有所损，不在此限。四十几上则不可服泻药，须服补药。五十几上四十勿却补药，如此乃可延年的养生之术耳。其方备在第二十七卷中。素问曰：时即泻之，虚即补之，不虚不实以经调之，此其大略也。凡有脏腑积聚，无问少尝，虚泻则泻；凡有虚损，无问少尝，虚补即补，以益量度而用之。凡服治漏肝等药，皆慎诸积余油等，治差。凡服泻药，不过以利未度，慎勿过多，令人下利无度，大损人也。凡诸恶疮，差后皆百日甚口，不尔及疮发也。凡服酒药，欲得使酒气相接，无得断绝，绝则不得药力，多少皆以之未度。不可令治醉即吐，则大损人也。
凡服药，皆断生冷作滑，猪犬鸡鱼、油面蒜及果实等，其大补丸散。切忌陈臭素质之物，有空清忌食生血物，天门冬忌鲤鱼，白竹忌桃李及雀肉、胡荽、大蒜、青鱼、炸等物，地黄忌无疑，甘草忌松菜、海藻，细心忌生菜。兔丝子忌兔肉，牛膝忌牛肉，黄连、桔梗忌猪肉，牡丹忌胡荽，藜芦忌藜肉，半夏、菖蒲忌饴糖及羊肉，衡山、桂心忌生葱、生菜，商鹿忌犬肉，茯苓忌醋物，薄子仁忌湿面，巴豆忌芦苇根及猪肉，甲忌苋菜。凡服药，忌见死尸及产妇秽污触之，兼及愤怒忧劳。凡耳汤药，其粥食肉菜皆须大熟，熟即易消，与药相宜，若生则难消，复损药力。人须少食菜及硬物，余药未加，亦少进盐醋乃善，亦不得苦心用力及房事喜怒。是以治病用药力，唯在食至将息得力，太半余药有益，所以病者勿在将息结肾。结肾之治，可以长生，岂为越病而己？凡服泻汤及猪丸散酒等，治食时虚食者，皆先与一口冷醋饭，须与乃进食未加。凡人忽欲风发，身心顿恶，或不能言，有如此者，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周续命排风月壁等汤，于无风处密室之中，日夜四五副，勿计计数多少，亦勿虑虚，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。服汤之时，汤消即食粥，粥消即服汤，亦少与羊肉或姜补。若风大重者，相续五日五夜服汤不绝，即经二日停汤，以根或自补将息四体。若小差即当停药。渐渐将息，如其不差，当更服汤攻之，以差为始。凡患风服汤，非得大汗，其风不去，所以诸风方中，皆有麻黄。至如西周续命即用八两，月必六两，大小续命或用一两、三两、四两，故知非汗不差。所以治风非密室不得，折服汤药，徒自耳为更加增，未见损减矣。凡人五十几上大虚者，服三十根生，胜勿用五十也。四十常以平淡服一二升。暖饮中生勿绝，即一食勿食蒜油猪鸡鱼鹅鸭牛马等肉，即无病矣。药藏第九，存不忘亡，安不忘为，大圣之至教，求名之末，续名之隐，贤人之用心。所以神农究极百药，皇帝纂录真经，皆备御之常道也。且人苛债多，起仓卒，不与人齐，一朝因己，岂惩之咎？想诸好事者，可助药藏用，以备不虞。所谓起心虽为，所救为广。见诸士路之家，有善养马者，上注马药数十斤；不见养生者，有畜人药一资铢，以此类，即可愧矣。贵畜而贼身，臣可休矣。商人忽不问马，此言安用哉？至如人或有公私使命，行迈边鱼的计不毛，药物焉出？忽逢瘴疠，素不资助，无以救疗，遂拱手待毙，以致天末者，思未自治，岂是往恒？何者既不能身心以自慰，一朝至此，何叹息之晚哉？故治药藏法，以防为待云耳。食药，灰土药、水药、根药、茎药、叶药、花药、皮药、籽药、五谷、五果、五菜。猪兽齿、牙、骨、角、蹄、甲、皮、毛、尿、屎等药，苏髓、乳酪、醍醐、石米、砂糖、饴糖、酒醋焦曲薄齿等药。又见药衣时收采以贮藏之，重置之药不收采也。趁豆生和铁臼、木臼、卷罗沙、罗马尾、罗刀、针玉锤、磁波大小铜吊当斧、铜铁尺等。又何药所需，即当预注。凡药皆不遇暑暑晒暴，多见风日，气力极薄些，宜熟知之，诸药未及用者。
后天大晴时，于烈日中爆之，令大干，以心瓦器助之，泥头密封，须用胎取。急急封之，勿令中风失之气，虽今年亦如新也，其完散以瓷器蜜蜡封之。勿令泄气，则三十年不坏，诸杏仁及子等药丸器助之，则属不能得之也。凡助药法，皆须去得三四尺，则土湿之气不中也。备急千金药方卷第一。备急千金药方卷第二，妇人方上。求子第一，论六首九法六首方十五首转女为男法三首。论曰：夫妇人之别有方者，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意故也，是以妇人之病。彼之男子十倍难疗，今言妇人者，众因所及，常与失居，十四己上，阴气浮溢，百响惊心，内伤五脏，外损滋炎，月水去流，前后交互，淤血停凝，中道断绝。其中伤堕不可据论，身熟二脏，虚实交错，恶血内漏，气脉损结，或饮食无度。损伤非一，或疮痍未愈，变合阴阳，或变立于玄策之上，风从下入，变成十二痼疾。所以妇人别立方也，若是四时节其胃病，虚实冷热为患者，故与丈夫痛也。为怀胎妊娠而邪病者，必其毒药耳，其杂病与丈夫同，则散在诸卷中，可得而知也。然而女人是欲多于丈夫，感病备于男子，加以慈恋爱憎极度忧惠，染者煎劳，情不自抑，所以胃病根深。疗之难差，故养生之家，特需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，令其精小，及于苍竹之秋。何忧胃也？夫四德者，女子立身之枢机，产育者，妇人性命之常物，若不通明于此，则何以免于夭亡者哉？故传母之徒亦不可不学，常宜善写一本，怀携随身，以防不虞也。论曰：人之情性皆怨嫌己，而及不及人，至于学问，则随情逐物堕于事也。俱肯专一推求治理，莫不虚弃光阴，没岁无益。夫婚姻养育者，人伦之本，王化之目，圣人设教，悖论绝止，后生莫能精晓。临世之日，而若愚，是则徒怨嫌己，而及不及人之谬也。思时不达嫌己之趣，而忘训虚身以终无用。今具数求子之法，以遗后嗣，同志之事，或可懒焉。论曰：夫欲求子者，当先知夫妻本命，五行相生，及与德合。并本命不在子休废死墓中者，则求子必得。若其本命五行相克，及与行杀冲破，并在子休废死墓中者，则求子了不可得，甚无错意。纵获得者，于后中亦类人。若其相生并欲福德者，仍须依法如方必诸禁忌，则所诞生儿子尽善尽美，难得俱成矣。禁忌法受胎十日推王相贵素日法在二十七卷中。论曰：凡人无子，当为夫妻具有五劳七伤，虚累百病所致，故有绝嗣之殃。夫治之法，男服妻子散，女服子食门冬丸，即作药当煲汤，无不有子也。妻子散至丈夫风虚目暗，精气衰少无子，补不足方。五味子、母荆子、菟丝子、车前子、西子、石斛、蜀玉、前地黄、杜仲、鹿茸、远志、各入猪、附子、蛇涎子、琼琼、各六猪、山茱萸、天雄、人参、茯苓、黄芪、牛膝、各三株、桂心、十株、八戟天、十二株、葱蓉、十株、钟乳粉、八株。又二十四味，至下筛九服方寸比，日二，不知增至二比，以知味度，尽如药法。不能久者，蜜合丸服役的，一方加覆盆子八株，求子